如果地球遭虫族入侵，人类该如何应对？他们不仅数量多，还能变异成数万倍大，出趟门差点被吃掉。悲观的人直接选择自杀，傻子才会和他们对抗。但基本没任何作用。春田镇遭遇千年虫灾，连教授都束手无策。市长让大家居家隔离。被困的第一天，辛普森一家有说有笑。可第二天，虫子数量翻倍激增，有人出门抗议，下一秒就被车撞死。辛普森家食物短缺，玛姬让丈夫去邻居家借点。侯默拿着喷火枪，一路杀到了弗兰德家。这地下室宛如超市一般，侯默一点也不客气，真把人家当成超市。弗兰德回想到以前，侯默从不知道感恩，他就像只蝗虫一样，肆意拿走别人的劳动成果。这次弗兰德可不惯着他，只给他一口吃的。没想到虫子数量不减反增，到了第三天，房子被堵得连阳光都进不来。老谋子想一把火把虫子烧死，没想到酒精浓度不够，喝醉的虫子竟开始吃人。侯默拿面汤代替牛奶，小麦吃了一口就吐了。看着如此吝啬的邻居，玛姬决定去抢。两人全副武装潜到邻居的地下室，侯默不小心撞翻货架，弗兰德闻声下来查看，随即两人大打出手，砸翻了大部分生活物资。侯默不是弗兰德的对手，既然他那么爱吃，弗兰德就让他吃了够。这时玛姬反了回来，真诚地向邻居道歉。弗兰德也意识到自己的自私，他毕竟还是个信徒。好家伙，侯默还真吃个没完，这个男人爽翻了，幻想的世界竟成真，连烟雾都变成糖果。侯默尝了一口，然后不停地往嘴里炫，甚至连自己都吃，胳膊吃完了吃大腿，最后吃的只剩个脑袋瓜。警长拦住去路，同伴夺下警棍，竟把他变成一头猪，甚至还长出翅膀。玛姬变得年轻靓丽，同伴再次施法，他的头发不停生长，上面还出现鸟语花香，就连辣眼睛的大姨也变得超级时尚。侯默原本是去看偶像演出，没想到主演罢工，侯默被观众推上台。由于他看了原剧无数遍，演得比主演还好，侯默彻底火了，人也开始飘了，他幻想着未来美好的生活。另一边，玛姬带着丽莎遛狗，没想到狗子追进猫夫人家，玛姬本想进去找狗，竟发现猫夫人有囤物品，收集各种废旧物品。玛姬把猫夫人骗去看音乐剧，偷偷帮她收拾屋子。猫夫人回到家很感谢玛姬，现在的头脑也清醒多了。垃圾车刚准备开走，玛姬竟发现一个好好的剃须泡沫，酒店用的钢笔和几十年前的录音机，这下子一发不可收拾。玛姬也换上了囤物品。当孩子们放学回家，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家里堆满了各种废品垃圾，丽莎只好向老爸求助。侯默放下大好前程，立即赶回家中。他请来了猫夫人，为了救玛姬，猫夫人再次发疯，把废品垃圾占为己有。他开着窗嘶吼，方圆百里的猫听到召唤，全部向猫夫人驶来。当辛普森变成食物是种什么体验？巴特把爸妈装到肚子里，紧接着胃部开始分泌胃液，味道极其恶心。没多久，胃就开始蠕动。侯默跟家人一一告别。有个人为你疯。一家人进入消化道，在崎岖的肠子里穿梭，紧实的肠壁挤压着身体。当宿主用力时，食物最终变成翔，排出到体外。侯默买了恶搞装置，巴特却没中招，他强行让儿子坐上去。突然巴特一个滑步，反将老爸推到马桶上。巴特把电动牙刷塞到老爸鼻子里，侯默反手将花洒放在儿子嘴里，恶魔之子抄起马桶刷帮老爸清理口腔，直到玛姬对他们大吼，父子俩才停止打闹。小麦该到上幼儿园的年纪，而老师却发现他不会说话。回到家，丽莎带小麦去玩，突然屋顶开始滴水，原来出门时花洒没关。丽莎惊奇地发现小麦竟能拼出各种单词，他们重新到幼儿园测试才得知小麦是个天才。丽莎有些失望，她再也不是最聪明的孩子。从此丽莎改头换貌，决定重新打造自己的人设，可不论换成什么风格都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，甚至还让周围人反感。最终丽莎决定离家出走，直到幼儿园老师调取了录像，发现小麦考试作弊了，是偷看丽莎的动作回答问题。丽莎很庆幸她依旧是家里最聪明的。没想到小麦拿起萨克斯吹了一首完美的曲子。 Not for babies。巴特恶作剧学校老师，把笑气和麻醉气轮流释放，又引诱校长进厕所，其实是他们临时制作的。拉开以后，全校学生哄堂嘲笑，待老师们准备上课，巴特把各种球类全放了出来，老师们吓得夺命狂奔。更损的是，巴特提前把大门锁死，校长下班准备回家，发现车子无法启动，打开引擎盖才发现发动机挂在气球上，这都是恶魔之子的杰作。校长找到巴特，命令他放下发动机。You're the boss.
校长和他清理滑梯，巴特擦得像玻璃一样滑，他被带进校长室，小傻瓜成了受害者。校长表示巴特还太嫩，以前有比他更坏的学生。巴特找到坏学生的家，刚上门就中了对方的恶作剧，安迪递给客人一桶薯片，巴特猜里面是弹簧蛇，没想到是条真蛇。豪斯被咬了一口，接着开始浑身发冷。安迪给巴特看他曾经的杰作，毒蛇趁机钻进豪斯衣服里，但恶作剧并不能当饭吃，安迪至今一事无成。巴特为他介绍了一份工作，给小丑当助理，没想到安迪在舞台上发挥特长，为小丑策划了一场精彩表演，从此他成为综艺节目的编剧。玛姬死了，侯默痛哭流涕，突然他的灵魂出窍，丈夫无法忍受阴阳相隔，也随妻子去了。玛姬原本在剧场打工，每天给演员们洗衣服，奈何侯默太无能，连个正常角色都演不了，就算演棵树也被遮住脸。玛姬恨铁不成钢，看别人都能演主角，大家投来羡慕的眼神。玛姬怂恿丈夫干掉主角，他就是主角。侯默潜入休息室，竟发现是把道具刀，他抽出对方的骨头，三两下就将其砸死，主角突发身亡。导演让侯默演男一号，演出当天玛姬很期待丈夫的表现，没想到刚说几句就忘词，亏他还把台词粘在盾牌里。侯默直接拿着稿读，却连人物角色都搞不清。在剧组的庆功宴上，他们看到报纸的评价，大家都夸齐大夫演得好，玛姬让丈夫做掉他。晚上侯默溜进医院，将毒气放到办公室，齐大夫闻到后开始疯狂大笑，很快就惨死在侯默手里。但比侯默优秀的人太多了，玛姬都不想见到他们。好家伙，第二天侯默把大家全都杀了。玛姬在处理戏服，突然死者的灵魂出现，他们知道玛姬才是幕后黑手，恶灵们一拥而上，将玛姬团团围住，他们抽干了周围的空气，玛姬窒息身亡。死后他也逼着侯默上台，导演表示侯默是剧组唯一的幸存者，虽然没有观众，但这是属于他的时刻。侯默演得出神入化，玛姬从未如此骄傲过，接着把所有剧本扔给丈夫，希望他都能演一遍。随着一声枪响，侯默也变成幽灵，即使摆烂才是他的人生目标。白雪公主有多惨，竟被巫婆强行投毒，碰巧小矮人回家，巫婆逃到窗外，又被小动物围住，瞬间撕成碎片。小矮人暴躁，爱喝酒，贪吃又小心眼，但他们七个兄弟情深，每天过得很充实。小矮人在山洞中采矿，科技比人类还先进。在城堡中的邪恶女王一直计划着除掉白雪公主，她问电视精灵谁是世上最美的女人。 But Snow White's the fairest。 女王将盒子交给猎人，把公主的心脏装到这里。另一边，白雪公主毫不知情，每天与小动物为伴，她命令乌龟进到汤里，没想到要把它给煮了。猎人很快杀了过来，他却不忍心下手，让公主快逃。猎人决定用猪心代替，可还是不忍心下手，猪也被吓跑了。那就用纸做个心脏吧，猎人依旧下不了手。白雪公主发现了糖果屋，还有小红帽奶奶的房子，大灰狼竟还想吃白雪公主。最终公主进到三只熊的房子，她选了一张床睡着了。傍晚小矮人下班回家，发现屋里有个女孩，小矮人准备人工呼吸。 I'm awake already. Guess it's you and me again, doorknob. 小动物是公主的好帮手，每天帮她打扫房间。这时女王伪装成巫婆出现，公主想要绿苹果，但巫婆坚持让她吃红的。接着两人撕扯起来，巫婆强行把苹果塞给公主，见对方就是不吃，一巴掌让公主吞下，毒苹果很快发挥作用。You'll never take me alive. 巫婆逃出去，发现一群食草动物，他们和公主感情深厚，发疯似的撕咬着巫婆。小矮人把公主藏了起来，王子永远也别想找到。